高兴。哦，小雪辛苦了。不会。我给你熬粥喝。好嘞。咱们今天煮一个三文鱼粥吧。啊，三文鱼煮粥啊？我以为是香煎三文鱼呢。没有没有，我会给你煎一下，那个香味会出来。好，我们给它煎到半熟，不一定要煎熟，但是就把这个煎香。这个皮 啊，把这个皮煎香。皮煎香以后，撒一些盐和黑胡椒粉，然后关火。好，现在把它取出来，不要熟啊，不要熟，不要熟。嗯，中间还没熟啊，香菇、胡萝卜丝、鸡芹切碎，好，把它炒一炒，利用这个鱼油很香啊。好。把这个香味给煮出来，然后我们用它来煮粥。洗一些小米。好，现在把这个水倒进来，去熬粥，再加点水，很香的三文鱼汤在这，还要再加点水。小米煮熟了，可以把三文鱼放进去一起煮，但这个三文鱼只要稍微煮一下，一断生就可以取出来，不要让它煮太久，那样肉质就柴了。这个三文鱼的鱼的鲜味进入汤以后，这个粥就很好喝了。小米粥可以继续再煮到很烂。我捡点豆苗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豆苗放进去烫一下。很长的豆苗，可以放其他的蔬菜哦，还可以加点盐调味。可以了，装盘。小米尽量煮烂一点才好吃。海比吃饭了没有啊？海比吃过了。吃过了。来点泡菜。这个鱼肉啊，刚刚好熟的时候是最好的，鱼肉是非常嫩的，这时候会比较好吃，不要给它煮柴了。尝一下这个芽菜，哎，烫不烫？吃草，樵夫吃草。带骨的鸡胸肉，一个好大，那天把它煮熟。这个鸡汤可以提前一天煮，就前一天晚上就把它煮好，早晨起来就快了。这是前一天晚上泡的米，我用了四分之一 cup 的米，然后泡四分之一 cup 的干红豆，泡一夜，把水倒掉，大概半 cup 多一点的南瓜，一小把核桃。鸡胸肉煮熟了以后，把肉拿出来，汤留下来。红豆、大米，可以改成小米或者其他的杂粮。核桃，给它烧开，然后慢火熬粥。樵夫，今天我们在吃这个天贝啊 ，tempe， 这个我在第16-20道早餐那一集有介专门介绍过这个天贝，非常好的东西，稍微煎熟一下就可以了。从那煮的鸡胸肉里面拿出一点鸡丝，这个鸡丝拿一点盐、黑胡椒粉。然后我会喜欢放一点点花椒油，外面有卖这种超市里面花椒油，然后拌一拌，你如果可以放酱油醋啊什么都行，随意。这是那个 lentils， 就是那个扁豆的苗，我今天可以收了，很漂亮这个哈。
收了来拌鸡丝，其他的就可以拿掉。哎，就拿这个给它烫软一下就行了，就去一下生味儿，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给它拌到鸡丝里，好看。这个增加很多好东西。煮到就是粘稠，米粒煮的粘稠，红豆应该都熟了，红豆熟了就行了。那先我们放点盐哈，有点咸度，就特别的好吃好喝这个粥，咸粥啊、哦，好装起来。好吃哎，鲜嫩啊！啊，它汁都在里面哈。这个麻椒味道非常好，就一定要花椒油就好了，不要、不一定要辣椒，花椒油、胡椒、天贝，很清爽的早餐。1/4 cup 左右，水加一杯进去，先打成汁。应该先这个，先煮。每个人吃1 cup 的麦片。把麦片煮熟，麦片熟了以后再加进刚才打好的甜菜根的汁。烧开一下就行了，不要煮太久。乔峰，你可以加一点蜂蜜就可以盖过那个生味，我们不要煮太久哈，一开就可以拿起来了。好的。做一下豆芽煎，豆芽煎大家准确的比例收田园豆芽煎，就是用粘米粉，面粉也行，但是我建议用粘米粉。打2个鸡蛋，非常的随意。好，加点盐跟黑胡椒粉调味，就给它调成糊，调成能够流动的糊糊，这样子能流动的糊糊就行了。好，准备豆芽。把豆芽洗干净，一点油，分两锅来煎哈，就是姜丝和葱丝，我用的是不粘锅，这样没有太大油烟，不需要烧太热。好，香了，我们现在把豆芽放进去，炒一炒，盐和黑胡椒粉调味。非常香了，这个是福州的街边小吃。好，把这个做成饼状，豆芽基本熟了，我们就要把这个糊倒进去，让它能够粘起来。让糊成型一下啊，让它会流下去。最后再撒点盐跟黑胡椒粉，这个豆芽煎就好了，因为我没有放太多的面糊，这样子会豆芽吃的多一点。再煎一锅，
还是要加点蜂蜜啊。变黑了，它不变白我就可以了。烤熟的黑芝麻，烤熟的核桃，烤熟的南瓜子。如果没有这种磨碎机的话，其实可以用那个果汁机的一个功能给它打碎。放到汤锅里，加一大匙的糯米粉，会让它口感更顺滑。好，我们往里面加水，要吃稀的就多加一点，浓的就少加一点，无所谓。把它烧开，煮熟就可以了。具体做法，收田园芝麻糊，十克的紫菜，烧水浸它两三秒，软了就可以取出来，挤干水分。好，马上取出来。好，洋葱丝、葱花，很细的胡萝卜丝，虾仁，我剁得很碎的虾仁，你可以再放点鱿鱼啊。三个鸡蛋，鸡蛋稍微多一点。盐、白胡椒粉就够了。搅匀它，薄薄的一层在底下，需要有一点厚度，所以用小小的不粘锅，小号的不粘锅，它有点厚度，挺好吃的。两面煎香就行了。哇，漂亮！用小火盖一下，让它焖一下就熟了，才能熟。这个紫菜蛋饼非常好吃，里面还有虾仁。哦，还没有糖呢。你放蜂蜜吧，但是我要加上一个东西，亚麻籽，亚麻籽粉，这是弄好的。半杯的藜麦，这个淮山就这样直接削下去，削下一小段，好。加900到1000毫升的水进去。这是哈利拔般的鱼肉，这也是深海鱼，我带皮的，切成片，不需要太薄。白胡椒，一点米酒，先抓匀一下，素粉或者生粉一大匙裹一下。现在正煮粥，我来做一个蘑菇。我们把这个蒂给挖出来，不要破坏蘑菇的形状。这个蘑菇蒂不要浪费，给它剁碎了，尽量剁碎。放一大匙黄油，哦，化了，我们就把这个蘑菇碎用大火给它炒熟，加些盐跟黑胡椒，就是要把水分炒干了。好，一大匙的这种核桃给它弄碎了。
尽量切碎。放一些西式香菜，这个是 cream cheese， 什么款的都行，我这个是有韭菜的。再加一些混合的奶酪丝。好，给它高高的，这样奶酪你看不会掉下来。这烤箱预热350华氏度，之后放进去烤20分钟。具体的细节呢，你可以看我底下有链接。回到藜麦粥这里，藜麦一定要煮到化啊，才好吃，不然的话太硬不好吃。现在把鱼片放进去，烫熟就行，因为我这个粥比较浓，给它放下去。你粥里面放一点盐，这样就够了。放一点西式香菜，拌进去以后，好，